自各個州份，投資係固定不變，當中包括中國、美國、俄羅斯、法國及英國。任何進入安理會嘅議案將由15個理事國投票決定，最少有9票同意先至可以通過。此外，五常任國擁有否決權，只要五常任國任何一國提出反對，議案就唔能夠通過。因此，國際間亦稱之為一票否決。根據國安理會憲章，安理會成立嘅兩大原則為集體安全及大國一致。其實早於二戰結束後，五常國喺當時經濟、軍事等比較優勢嘅國家，因此希望結合五常國嘅力量，理性咁分析全球形勢，互相幫助，以進一步建構和平社會。然而多年嚟，五常國濫用或不恰當使用否決權嘅情況不斷發生，例如冷戰期間，美國同蘇聯之間因各自政治理念上嘅衝突，會不斷否決對方嘅提案。當時兩國共使用咗172次否決權，讓人質疑五常國喺使用否決權前係優先考慮全球問題定自身利益。此外，國際組織學提出喺聯合國憲章中受威脅時可以自衛形式行軍，但當中並冇清晰定義何為威脅。同時，現代戰爭會因為五常國按自己嘅釋法權提出否決而未能即時阻止，安理會嘅存在形同虛設。今日衡量辯題嘅準則就在於取消五常國否決權後，能否進一步發揮安理會嘅功能。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迅速處理戰爭及人道主義危機問題。在今年全球應對嘅危機、緊急危戰爭議題上，安理會經常處於被動嘅位置，當中以敘利亞內戰最廣為人知。俄羅斯近地西方國家批評佢哋向敘利亞軍隊提供武器，並培訓軍官，唔單止冇阻止戰爭，反而動用否決權，令安理會無法介入。俄烏戰爭之中，作為戰爭發動者嘅俄羅斯，佢一有否決權，令安理會無計可施。安理會阻止唔到戰爭，反而手握大權嘅國家係戰爭發動者，安理會仲點樣確保整體和平？第二，以一國一票制實施主流價值，確保公平。聯合國原意是希望以多邊主義合作實踐真正和平，然而事與願違，五常國因為政治理念及國際及原則不一，反而過度濫用否決權以對對方作出制衡。聯合國監督小組全球政策論壇表示，中俄與美國之間針對性及恢復性的否決行為反而對社會造成更大的撕裂。此外，安理會出現一國凌駕問題，其中聯合國在2011至2012期間，共四個譴責敘利亞政府的議案中，都超過120個國家贊成。但由於安理會事務中俄羅斯及中國的否決，導致敘利亞政府只能停留在語言及國際壓力上的譴責，並不具備任何實質的後果。唔通一個國家有權推翻120個國家的決定，都算公平？最後想問友方，你是否認為依家否決權仍然具適時性呢？多謝各位。剩方注意辯手時間為4分01秒，無過時，無需扣分。朱由係法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最後我請向計時員示意。大家好，今日有啲同學就喺我抹黑聯合國，話因為否決權佢哋係無能嘅。咩決定都做不到，那事實又不真係咁咧？10月2日，安理會通過決議，譴責通過比利亞沿海海域偷運移民同埋販運人口嘅行為。喺聯合國嘅主持下，利比亞雙方衝突，雙方喺日內瓦進行談判，喺10月23日達成咗停火協議。事實勝於雄辯，證明咗其實聯合國嘅安理會即使有否決權依然存在價值。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哈馬斯德曾經講過，聯合國不是用來將我們帶上天堂，而是用來幫我們逃離地獄的。今日有不同的最大的問題，正正是神化了聯合國的角色，妄想有聯合國無否決權，世界就會和平，人類就會不會再有糾紛。但是這樣就不代表有否決權聯合國是沒用的。聯合國的特別之處就是在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全球組織，在討論跨國界別問題的最重要論壇。點解？因為佢唔單止係有不同我講過嘅俄烏戰爭、台灣海峽危機，仲有氣候變化、全球健康。
唯有喺聯合國呢個場合，世界上嘅國家先可以全部坐埋一齊進行多邊外交，就住呢啲跨國界嘅議題討論、談判、協商同角力。多邊外交就好似一場拔河咁，聯合國要確保唔係一邊大獲全勝，而係要平衡各方利益，尊重各個嘅意見。但可惜有不同就唔明白聯合國嘅價值，亦因此佢哋嘅論證犯下咗以下兩大錯誤：第一，有不同放大咗取消否決權嘅成效；第二，有不同係直線思維，以為取消否決權就得公平咗，聯合國可以達到維持和平呢個最重要嘅功效；第二，有不同係利於理想，忘記咗佢帶嚟嘅代價。我方認為今日行論辯題嘅標準就係在於否決權會唔會令聯合國嘅更加團結並係更加分裂，因為聯合國一旦分裂就係名存實亡，甚至蕩然無存啦。到時無論聯合國有幾好都係冇用嘅。我方就見到啦，取消否決權會令聯合國喺兩方面都邁向分裂。第一，喺推行議案過程中增加各國嘅摩擦，所有國家都以自己嘅利益為前提，而當利益受到衝突嘅時候，固然會起不滿。更何況否決權係確保各國利益嘅受到保障而得到尊重，咁五國常任理事國梗係唔會輕易放棄啦。特別係俄羅斯人，甚至係今年四月建議要常任理事國解釋自己動用否決權嘅原因，因為已經係大力反對啊。今次要取消，咁梗係唔會應承啦。唔想為咗保住自己當中應該權力，一定會爭辯到底。變成聯合國入邊本身已經有摩擦嘅國家火上加油。第二，喺落實取消否決權之後，更加會威脅到聯合國嘅完整啊！取消否決權無異於削弱安理會嘅權力。呢啲唔只係普通嘅成員國啊，而係世界上五個超級大國，無論係經濟上、軍事上，定係國際關係上，都有舉足輕重嘅地位。佢哋感到自己嘅利益受到威脅嘅時候，肯定不滿啦，甚至決定脱離聯合國，仲有機會帶埋其他關係密切嘅國家拉隊走啊，另起爐灶。呢個唔係我哋嘅揣測嚟㗎，而係真實發生過嘅事情。睇近啲，俄羅斯已經退出咗呢個聯合國嘅世界觀光組織同埋歐洲理事國，官方理由係因為覺得個組織被西方壟斷。但真心話，呢個唔係俄組織搞到俄羅斯無得再話事，於是咪退出咯。睇遠啲，聯合國嘅前身國際聯盟正正係咁樣瓦解㗎。效果係咩？國家之間無法再制衡，無法溝通，離開嘅國家亦都唔需要再遵守國際律法，甚至造成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國家嘅離開會令聯合國嘅威望、影響力大打折扣，除咗無法維護世界和平之外，更加會令各國嘅其他方面都無法合作，令大家失去咗討論嘅平台，同聯合國設立嘅目的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取消否決權嘅效果都係令聯合國走向分裂。嗱，到令聯合國失去咗佢哋嘅聯合，咁樣都叫利大於弊。多謝各位。反方主辯方時間為4:02，各事務需扣分。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然後聽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提出，情況認同後可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委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今日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嘅時候，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係辯方分子，第一屆應發言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屆先係發問分數。好，而家先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自由選擇辯方嘅辯員接受質詢，辯方一副。好，辯方一副。好，正方公辯開始有兩分鐘嘅時間。請問有方同學，你認為現代社會我哋應唔應該再啲戰爭嘅出現呢？我認為咁美國攻打阿富汗同埋伊拉克，有方認為邊一個可以阻止呢場戰爭呢？美國可以阻止呢場戰爭。所以有方都知道，只要五常國係當事人又或係話事者，其他國家就冇辦法得到保障。請問有方，當俄烏戰爭緊急會議中超過140個國家要求停戰，但仍然被俄羅斯一票否決，你認為聯合國係咪仲體現緊公平同民主嘅價值呢？雖然為最公平，不過我認為解決方法唔係取消否決權。動用否決權嘅係俄羅斯。咁有方，我想問啦，咁一個國家嘅決定係凌駕於140個國家，唔問原因，唔問理由，咁請問點解仲係公平咧？係目前唔係最公平嘅，不過我覺得有方需要考慮取消咗否決權嘅代價。咁聯合國多年所建立嘅價值未能實踐，其他國家對安理會產生不信任，請有方解釋我哋點樣可以消除上述嘅情況。但係當取消了否決權之後，會令其他大眾會更不信任
我哋會。咁所以友方今日係想用乜嘢嘅方法去取代？取代定係唔取代咧？其實解決戰爭嘅問題有另外一種嘅，法國係曾經提出有一個方法係喺大規模暴行同埋有可能嘅種族屠殺問題。咁任真華所提出嘅方案係解釋完對現況有咩改變咧？咁邊個決定合唔合理啊？大規模暴行就可以，當喺大規模暴行上可以用否決權，咁就可以。咁如果合理與否，從佢哋嚟講，又會有乜嘢代價？就係可以解決到戰爭嘅問題。咁請友方解釋有點樣有乜嘢代價？代價就係、是。鄭光峰面結出。今日友方忽視了安慮的最大獨特性，實質行動。總更
期嘅俄烏戰爭，其他國際人權組織或者國際法庭即使判決俄羅斯敗訴，亦都只可以對俄方作出譴責。有別於安理會在聯合國成立75周年中報告指出，安理會是有權實施經濟制裁，並且是唯一允許部署軍事力量的聯會，理應是具阻嚇性。然而安理會又因為俄羅斯一票否決，所以阻止不到這場戰爭。反觀歷史上出現了大大小小的事件，例如在1949年的朝鮮半島戰，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大戰，登戰亦都因為無否決，安理會得以介入停戰。但在同類型的事件入面，就好像也門抗日持久的戰爭、橫跨70年的以巴大戰、2004年美國攻打伊拉克，到今年都仲喺度發生緊嘅俄烏戰爭，點解又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原來今天要處理的不是戰爭本質，而是要睇現場國嘅心情同埋利益，所以決定嗰場戰爭到底是繼續定係停止。甚至有方，我哋會想維護集體和平的呢個目標，仲係點樣實踐？注意啦，內戰從2011年到依家都仲喺度發生緊，仲喺度打緊，有無數嘅人流離失所，被人殘忍咁對待，呢啲咁嘅慘況日日都係敘利亞發生緊。但因為俄羅斯同中國投咗否決權，我哋會咩都做唔到。兼咗三任嘅秘書長，每一任上任前都話敘利亞內戰係首要處理嘅安全問題，然之後喺離職嘅時候又話要同敘利亞國民道歉，連人道主義嘅義工都入唔到去協助難民。同學，我想問一下，對於呢一班嘅戰後難民佢哋嚟講，佢哋要嘅係安理會嘅一個道歉，定係要嘅係停戰？如果俄羅斯堅持唔可以加入敘利亞嘅內政，但係佢手持否決權，請問邊一個先可以阻止到呢場悲劇？多謝各位。在座各位大家好，
國其實講嚟講去，日方今日最大嘅問題就覺得五常國嘅權力一旦被架空，就會引發混亂、引發不滿。言下之意，日方今日嘅立場就係忍讓同埋縱容。其實日方已經指出咗問題所在，日方都覺得戰爭同埋人道問題係冇辦法接受，但係又好驚五常嘅軍事實力我哋冇辦法控制。但按日方嘅擔憂，其實聯合國可以直接唔使存在，由美國統治咪得咯。呢個諗法睇落去好似好瘋狂，但係擺翻喺70年前，可能真係會成立。不過今時今日，其他國家嘅崛起、社會嘅價值追求，正正唔容許呢啲事嘅存在。本年聯合國召開嘅常年會員大會上，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等都對於五常國嘅一票否決權提出咗質疑。馬來西亞首相拿督更指出，否決權猶如一把尚方寶劍，作為一個小國，完全感受唔到喺安理會嘅保護下會感受到安全。其實做實上進情況好簡單，用兩個字嚟概括就係利益。國際間合作從來都係講互助互利，因為每個國家嘅利益立場係一般都有兩個做法：第一，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除了我方今日多次提及的俄烏戰爭之外，當年美國攻打伊拉克都有類似的情況發生，為了自己的私利破壞了國際間對戰爭的約束，漠視生命，這個就是現在還發生的事情。第二，損人不利己，有些情況下一些否決權的出現未必是對自己有利，但亦都可以防止對方獲利。冷戰時期蘇聯和美國就會不斷否決對方的案意，阻止對方通過，這種是極為不理性的行為，但手握大權的做法。安理會現在還是不是一個為了公平可以保護到各國安全的機構呢？在利益的驅使下，聯合國並非令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和平，反而變得更加分裂。一方面，當今的戰爭只要是五常國發動，它只要一否決，我們就不能再阻止；另一方面，都給了這個世界一個信號，只要得到其中一常國的支持，就可以橫行霸道，例如2022年北韓試射導彈。大家試想一下，香港的法庭有高等法院、上訴庭和終審法院，陪審員都要有7個人來組成，若然法官是認識被告或者原告要作出利益申報，否則可以成為上訴理由推翻判決。其目的就是為了確保司法的嚴謹和公平，保障市民的權益。在座各位，在俄烏戰爭入面，俄羅斯是被告亦都是原告亦都是判官，他現在當著全世界面發動戰爭，再出來跟大家說，因為他是五常國，跟著判自己無罪。但大家試想一下，連香港一個小城市都要知道要有完善的司法制度，都要確保是公平。法官安理會竟然縱容到公就我贏、自就你輸的情況出現，當安理會的否決權可以再保護到大眾的時候，拿走五常國的否決權是當務之急處理到的手法。想問友方同學，和平是平等地威逼，今日我們縱容俄羅斯是幫他找藉口，到下一次他再攻打其他小國，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忍呢？多謝各位。
例如依家全球都要解決能源危機同埋影響到未來命運嘅氣候問題。各國到五常關係緊張，必然會拖累聯合國執行其他事務嘅能力同埋佢嘅成效。例如依家影響全歐洲乃至其他地方嘅能源危機，導致呢個問題根本原因就係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俄國單單減少出口一部分嘅天然氣，就加上全球通脹高企，甚至冬天嘅時候某啲地方唔夠暖氣用。有方同學，如果真係取消咗佢哋否決權，一個比制裁俄國更加損害到佢哋利益嘅決定，就算俄國唔退出，都好大機會會切斷歐洲嘅能源供應，令到通脹問題雪上加霜。因為呢一個辦法唔單止唔違反憲章，仲可以報復到英法美。一啲弊處，有方到依家都仲未考慮過，似乎對利弊嘅思考有欠全面。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你係咪認為你口中嘅公平公正係比全球擁有穩定嘅能源同埋糧食供應更加重要？多謝。反方第二副辯書時間為2分45秒，報告時無需扣分。而家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完畢時候，每人會宣佈另一方嘅剩餘時間。該方可自由發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嘅時候，最後人士有發言辯員從未發言，我即時提出，進入的話該所屬一方會被每位辯員扣除5分。咁雙方有冇問題？咁邊個決定呢個方案合唔合理啊？
否決權咯。不過即係你成日承認咗，其實安理會都係有佢嘅作用啦。咁而家你頭先就話取消咗否決權之後，都只係增加咗佢少少嘅討論空間。但係而家就見到喎，我哋取消否決權之後，我哋成個聯合國可能會分崩離析喎。呢一個方面係咪大過個地主好多啊？其實並唔係啊，今日我哋投票咧，係可以令190多個國家咧去決定俄烏戰爭呢個去向。咁其實係可以令全個成員國去為自己去面臨呢樣嘢，去選擇自己嘅決定，而唔係以俄羅斯自己一票話曬事。點樣決定去向？你都話出唔到兵，你只係話啊多啲討論啫嘛。其實我哋今日討論係可以令決定。互相去向咯，咁我講你都講唔出究竟去向乜嘢咯。就係依家要以咁多成員國一齊投票決定啊嘛，但係依家俄羅斯就係決定唔到啊，因為佢否決咗咯。好啦，新成友方而家都係講唔出究竟取消咗否決權之後，對所謂你哋講嘅俄烏戰爭究竟有啲咩實際幫助？但係你就要求我哋去證明喎。咁所以我哋問翻友方，其實友方同唔同意喺呢一個取消咗否決權之後，嗰啲大國係會覺得好唔緊，之後就會退出聯合國啊？哦，咁其實友方同學，你有冇諗過，其實國與國之間都係有競爭㗎啦，佢哋係有來往，四國聯盟都表明冇否決權都入，咁俄羅斯冇權，佢都會接替㗎。咁我唔明你講咩？即係話之前四國聯盟提出，即使自己冇否決權，都仍然想入呢個常任理事國，咁友方同學點樣解釋咧？咁佢哋自己想入啫嘛，咁而家我哋見到嗱，但係即係人想擁有多啲嘢，大家五國喺佢哋而家擁有咗嘅嘢，佢哋要失去嘛？呢件事對佢哋嚟講影響係咪好大先？佢哋係咪會好強力咁反對先？其實俄羅斯同其他國家都有自己嘅利益合作，佢冇可能係會話走就走咯。佢利益合作點解要跟？點解一定要一直要經聯合國啫？佢自己私底下利益合作啫嘛。咁如果佢退出咗，佢得罪其他國家，咁其他國家斷佢水斷佢資源，咁你應該點樣解釋？點解退出咗就得罪其他國家？點解唔會啊？咁佢自己大國嚟噶嘛，佢有盟友噶嘛，咁佢同佢啲盟友自己私底下聯絡，同聯合國啲盟友冇關。但係今次連佢嘅盟友中國都唔出聲喎。馬方要向其發言時間聽定先啦。正方而家上完43秒開始由發出辯員發言。其實今日全場友方都解釋唔到，佢其實嘅否決權取消咗，就只係擔心你不滿同埋離開。但係其實今日我哋今日見到係個個為咗自己嘅利益就不斷喺度濫用否決權啦，就好似2004年嘅美國攻打伊拉克之類。其實今日友方係解釋唔到點樣去處理佢濫權嘅行為啦，再加上其實今日。但其實今日再加上友方都只係講緊話解釋，但係解釋係咪真係有用呢？其實我哋可以見到俄羅斯同烏克蘭解釋。正方而家時間已經自由環節結束，自由辯論環節結束。今日在座各位有冇發現台上辯員未曾發言？如果冇，而家喺結辯環節，雙方結辯1分鐘時間準備。明白，國際政治的確是弱肉強食，誰大誰惡誰勝確的鬥爭場，就會好像友方那樣
困咗喺自己嘅理想入面，睇唔到現實世界嘅殘酷。就俾我細嫂，佢依家可能睇唔到啲咩，而我可能睇到啲咩啦。咁第一，就係佢睇唔到，只係公平平等民主呢啲，只係一個名義上嘅變化，但實際上就係傷害小國，令成個結果更加唔公平。哈佛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謝佩芬女士就講過啦，如果冇咗聯合國的話，小國根本就冇一個可以同大國談判協商嘅場所，就好似圖瓦魯呢一個小國啦，佢喺個氣候變遷嘅一個好嚴重嘅受害者，就因為有聯合國呢個平台，佢先可以達成個平衡，同大國講，喂，佢今日好慘喎，講翻嘅嘢出嚟。咁所以當冇咗聯合國呢個平台，取消咗個決定之後，最後就係小國受害，發言機會進一步縮細，結果就係更加唔公平。咁第二個有方提出嘅好處就係話可以維持到和平，但係方先自由辯論環節已經承認咗啦，佢取消咗個權之後，其實聯合國咧佢係唔會出兵喎。咁我哋話咁譴責咧，有方嘢係話冇用嘅喎。咁另有方唯一達到我嘅利處咧，就係話多咗討論咯。咁多咗討論呢件事究竟係有咩嘅好處咧？咁所以有方只係睇到而家嘅情況唔理想，就誤以為咧取消咗個權係可以呢個世界上就會冇戰爭，但係根本事實上就唔係㗎。咁其實我講真啦，冇戰爭嗰時候，北約咁點解佢唔出頭咧？其實佢嘅維持都落去，唔係因為否決權問題，而啲國家自己關注住自己人民，所以選擇咗唔去出頭嘛。咁出頭否決權有咩關係啊？維持唔到落去都唔係關否決權事。咁啊，睇翻我方嘅主線啦，我哋見到聯合國會係喺兩方面分裂噶嘛。咁第一喺推行個議案嘅過程之中，會增加咗摩擦，其他國家之間嘅火上加油。第二就落實取消咗否決權之後，威脅到聯合國嘅完整，因為大國佢有一個咁大權力被設立咗，唔通佢會咩都唔做咩？佢就會坐定定咁樣啊？好啦，你反拖我隻手啦，我冇所謂噶，咁唔會咁噶嘛？可能佢哋就會決定要退出聯合國，因為佢根本喺呢度就話唔到事，另起爐灶咪得咯？佢哋自己咁大，佢哋超級強國，點解唔可以自己另起爐灶，拉翻自己盟友，起一個所謂新嘅聯合國出嚟咧？咁好啦。被譽為政治學之父嘅馬加維尼，一早咧就喺1530年出版嘅《君主論》入面點出咗，政治咧其實係只講權術，唔講道德。有方都識講，大國建交係建基於互助互利啦。而呢一種互助互利，就基於大家都有利益咯。咁喺大國見到自己冇利益嗰時，就會退出咯。咁所以有方講嘅所有嘅道德或者係公平呢啲，其實喺我哋要小國大國大家互相生存，有聯合國喺小國大國之間周旋呢件事。你講嘅所有道德價值都是不值得提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啦。有方講嘅取消權嘅利處係有幾多咧？多咗討論空間，但我方見到弊處係有幾大啊？令到聯合國分裂呢個風險，所以由你咪比較可以見到，我哋嘅弊處就係多過有方嘅利。多謝各位。
國因為注重領土完整和不干預內政，因此不反對敘利亞內戰問題。俄羅斯和北韓是盟友，因此容許北韓肆無忌憚地發射導彈。見到最後，他們重視的並非戰爭的本質，反而是以自己的政治原則作為優先考量。第二，全球化。現今社會講求全球化發展，國與國之間所涉及的利益衝突比以往更多，不論是經濟、政治、軍事和社會，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國家都可以存在利益的關係。想問友方同學，如果五常國作為世界國家之一，我們又怎樣可以能夠確保他們不會將自身的利益放第一位呢？如果友方真的咁大愛地認為他們能夠這樣做，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戰爭是因為他們而起的呢？最可悲的是，今天烏克蘭人、俄羅斯軍人都不想打仗，甚至有俄羅斯的國民都恥於侵略的做法，但是俄羅斯軍人都沒辦法，他們要聽從軍令，不得反抗。眼白白地望著一座座的醫院、學校、民房在炮火中成為廢墟，人命傷亡，亂葬崗到處。新加坡時事評論人陳萬平提出，當聯合國對一些常任理事國或者會員國違反聯合國憲章而無辦法干涉，就應該要加以遏止。咁安理會就應該要取消一票否決權的制度，即是聯合國機構和安理會的決策機制的改革刻不容緩。戰爭很多時候都出現在一些教育水平較低、經濟體系較不完整的國家，然而去到今時今日，連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一個擁有龐大經濟體系的國家、一個具有教育水平訓練出不少人才的國家，都可以成為戰爭的發動者。在座各位，我們不妨想想，我們想要的和平是互相尊重，你是一定是某些強國以軍事的實力作為威脅呢？多謝各位。跟住我估就請反方計時員，我就同我一齊去計分咯。當然到時正反雙方可以各派一位代表嚟嘅監察嘅。咁啊，節省時間我，因為我除咗計呢場嘅之外，要幫手計嘅。咁我講咗先啦。咁咧就呢一場咧，我會覺得喂又係話咬得好緊，因為咧其實咧一開始咧，直接講埋啦。一開始我就諗住正方又嚟㗎啦，即係副辯嗰個位咧，我就奇怪嘅，即係反方咧突然間拋出一啲反方案啊，即係我會覺得呢個策略有少少失策，因為都係講否決權係咪利大於弊啊嘛，唔知咩人鋪辯開始佢哋問有咩反方案咧，即係拋出咗三個，因為都幾奇怪嗰三個就咩啊暴行啦、即係咩唔俾喺講種族歧視嗰啲問題上用否決權啦，咩啲即係又要界定喎，即係。佢係戰爭定係種族屠殺，即係又要拗一輪嘅嘛？對於我嚟講，又否決咗之後要十日內解釋翻啦，咁就令到佢咧即係好瘀啦，或者即係係咪即係嗰種感覺？即係我一聽咦，即係因為公辯啦，跟住一副講啦，二副都有講少少，即係呢啲話我覺得咦嘥咗啲時間。第一即係起碼我一聽呢啲反方唔係好說服到我，第二其實同公辯有乜直接關係？即係嘥咗少少時間，所以嗰度咧我又啊正方。即係好似兩行跑步咁，不如你哋落後咗。點解去到自由辯論呢？我又發覺，咦啊！即係正方又俾反方又追翻上嚟喎。去到自由辯論咧，真係啦，即係我估正方都真係未諗清楚自己想演嘅喎。原來又啊嘛，俾反方開始又踢爆翻一啲嘢咯喎啊！即係你哋係咪想出兵啊？係啊，其實我真係以為你答係噶嘛，點知你又話唔係，我哋都唔係想出兵嘅。所以我啊即刻咦？咁即係咪想譴責咧？跟住你哋連譴責都唔使嘅，原來冇啊，留翻喺度大家討論咯，冇否決權啊，大家討論啦。咁你明啊？咦？咁討論嚟做咩啊？係嘛？即係變咗，本來我覺得即係反方好似有啲落後。跟住講到呢度，咦？你哋又即係你哋自己又好似放慢翻腳步，都冇乜點，冇有說服力咁論證個問題咯。即係我嗰個最後咧就講翻，所以咧即係呢一場咧，你知又係啦，即係真係我嗰條我估又係一兩分。即究竟是看看反即正方一開始已經拋離得多，令到反方就算追都追不到你啊，定係即係話反方原來後面追都俾你追得過，咁就攞到我個票啦。咁啲另外兩位評判跟你哋再聽佢兩位嘅意見咯。咁我最後拋多樣嘢咧，如果真係講討論咧，聯合國係有大會個機制噶嘛，我大家知，即係聯合國原來有個大會噶嘛。
即係聯合國大會係譴責咗俄羅斯吞併烏克蘭嗰四個省㗎嘛，有個票數唔知80% 嘅國家係投咗票要譴責，所以即係呢個我又覺得政方好似唔知咁咯，但係如果你問我又冇乜攞嚟攻擊咧，係嘛？即係如果對即係政方話，純粹真係要討論啊，要譴責嘅聯合國大會係得㗎嘛，係嘛？即係安理會大家都知道，佢一開始開拉嘅時候，大家都同安理會一個行動嘅組織啊。咁即係我做自由點啊，我係欣賞你哋係要逼佢哋行動，但係即係太遲逼啊嘛，係嘛？咁你哋就變咗講下就係我哋討論下，如果討論下聯合國個大會係190個成員國可以討論噶嘛，係嘛？咁我咪80%通過咗譴責咯，不過譴責唔係俄羅斯，哦，咁我繼續做啊嘛，因為你安理會先可以決定行動，咁樣即係呢個位置，我覺得以前唔得，拗到尾咧冇好正式處理過，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今次嗰啲即係喺真係喺落敗一方就都即係都冇得完啦，係嘛？即係大家都有個位置冇正式處理，咁如果其實今日你諗翻咧，你想贏嘅話，其實你處理到呢個位咧，可能你就贏咗對方。咁就今日兩個都兩方，我覺得冇乜處理，所以兩方都有落敗嘅原因。我直接用大會 A 嗰邊嗰幾個大會評判咯，咁我收集分，嗱你係阿石姐埋嚟講啦，係啦。定下雙方可以放下一兩頭。五六十。OK， 加翻時間俾主席。或者面臨更多的
咁輕易去離開咯。咁但係調翻轉啦，今日反方講咗好多佢哋一定會quit啦。其實咧轉變係有好好嘅資料，但係我覺得後場咧都只係留於佢一定會quit咁樣咯。其實主編有講嘅就係、是、其實俄羅斯已經退出咗嗰個歐洲唔知乜嘢會啦咁樣。咁即係證明其實佢真係做得出啊嘛，係咪？咁呢個位係我覺得係對方冇點樣回應，但係你哋後場都冇介意。咁所以係咯，有陣時都真係特別留意一下佢轉變，有陣時啲 wording 啊，或者係用嘅資料啊咁樣啦。咁跟住3D 嗰度咧，我都覺得係，因為我覺得始終大家都唔係應該冇好多打質詢或者打 3D 嘅經驗啦咁啊。咁一開始咧，其實正方我見到你哋係有部署嘅，即係譬如可能問咗啲 yes or question 或者係問咗啲問題，跟住之後有承接。咁但係咧有陣時咧都真係要就住對方講嘅嗰啲內容。即係要諗真啲，因為好多時候佢問你嘅嘢，佢係問緊一啲立場上面嘅嘢。我知道呢一場咧，正方咧感覺上咧，佢講取消呢一個投票權係容易講，因為我哋即係就住佢哋真係 HR 擁有咗呢一個投票權啊嘛，即係咁你要包裝佢擁有特權咧，然後話佢有即係考慮自己國家嘅利益或者朋友嘅利益而凌駕全球和平同安全嘅秩序嘅嘢咧，係容易啲講。但你同時都要去諗下，就係取消咗保護權之後，係咪可以做到你口中講嘅嗰啲利處？包括係喺俄烏戰爭入邊取消咗之後，佢點樣可以和平咗？定還是係會比而家更加？你一定要做到一個清楚嘅比較。所以你喺你嘅稿入邊咧，如果我聽到多少少就係取消咗之後會取消咗之後，咁俄羅斯受到譴責啦。咁然後佢係會點樣受到呢一個嘅掣肘咧？咁樣咁啊，我覺得聽到呢啲嘅話會。有力一啲咯，咁其實呢一個 sense 咧係唔係淨係呢一場比賽，即係任何有關於政策嘅辯題又好咩都好啦，你都應該要推想一下，就係取消或者推行咗呢個政策，或者做咗某嚿嘢之後，將來嘅嗰個影響係啲乜嘢咁樣，咁就要講得到咯。咁嗰個需要性或者係嗰個必要性咧就會強啲啦。咁跟住咧好，咁跟住咧，我想講下咧反方意見嘅，即係我覺得反方意見咧都係一個相對比較有經驗嘅面員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都見到其實前面嗰幾位面員咧，其實係好認真、好努力嘅。即係譬如我見到哇，我自己啲學生喺度講緊，可能係自己打完個 print 出嚟嘅時候，仲見佢哋逐字逐句咁樣寫落嚟嘅，其實我覺得我知道你哋係好認真嘅咁樣啦。咁所以不妨可以向你哋嘅意見去學習一下，即係可能我唔知道你哋開會嘅時候會唔會係。點樣去討論啦咁樣，咁我覺得係可以即係involve多啲啦。而咧，我想講嘅少少嘅位咧，就係其實反方意見一開始講咧個內容咧，我覺得係幾 eye-catching 嘅，即係可能有陣時我哋可能都會講宏願啊，或者講一啲好崇高、好宏大嘅嘢咁樣啦。咁但係佢就一開始有講到就係話其實呢一個嘅政策，或者呢一個嘅國際關係，或者係國與國之間嘅交往對咧博弈咧，其實就係一個誰大誰錯誰正確嘅遊戲啦。咁但係後場咧。講完內外，我覺得唔係好承接到，不過我都可以留一個位俾大家去思考。即係有時我哋未必要講啲好 grand 嘅嘢，反而係好直接講話啊，係啊，佢哋而家就係講緊一個咁樣嘅權力遊戲，講緊就係邊一個國力大，邊個就係話事權咁樣啦。咁然後而家就係、是、即係咯，我覺得不妨可以從呢個角度去論證一下都可以。咁其實咧，我覺得個別辯員講嘅意見可能會有用一啲，咁所以一陣間完咗嘅時候可以再問下，或者再加埋。前面兩位其實都講了很多有用的光明，而我都會認同的，我都會覺得其實在這一場即是看兩場其實那個感覺都有些類似，即是正反今天去處理這條辯題的時候打落都是有些膠著的，就包括在一些主線的推論上面或者一些回應上面都是可能有些位置即是可以有改善的地方啦，以致到是會出現一個很膠著的。咁就先講正方啦。咁正方今日就即主要都係打俄烏戰爭啦，或者即主要都講話而家嗰啲五常國好惡喎。咁你取消咗佢個否決權，佢冇咁惡咯，冇咁惡佢可以做多啲嘢咯。咁即主要嘅論點係咁樣。咁但係開頭你去講嘅時候 OK 嘅，即因為你俄烏戰爭嗰啲直接啊嘛，咁易入耳。但係其實面對住人哋今日去講。一些分裂
一啲佢有機會會退出嗰度咧，其實唔係好有效去回應嘅，即係冇乜好直接去比較到嗰個風險。所以呢度延伸落去咧，今日成場比賽第一個其實有分歧或者個戰場嗰個處理嘅位置係究竟即係你哋點理解嗰個利與弊？究竟喺個世界和平或者個世界安全嘅層面比較嗰個分裂嗰個風險啊？究竟反方今日同唔同意？即係你哋去講就係最大嘅位置就係分裂啊嘛。咁但係分裂完之後，咁跟住嗰個咧，其實分裂你係純粹係分裂啦，定係其實你哋隱含嘅意思都係會影響嗰個世界嘅和平安全噶嘛？因為佢冇咗一個磋商嘅平台，冇咗啲小國嘅一個保障。咁所以其實我理解，今日雙方第一個潛台詞比較嘅平台都係喺嗰個世界係咪安全、係咪和平嘅嗰個層面去比較。咁而呢一度其實冇好有效地去處理得到嘅。譬如正方你冇好有效地去回應反方緊。今日好啦，啲國家所以有五常嘅話，俄先咁佢退出咗之後，對於個世界帶嚟嘅威脅會更加多，定係其實安全啲咧？即係呢度係冇乜討論嘅，純粹就係話喂，而家留喺聯合國入邊，咁佢好惡喎，點算啊？即只係去到呢度啫。但係當今日嘗試反方方同你比較啦，係佢而家好惡，但係你放佢走之後，佢有機會更惡。其實有機會唔係即係唔係有機會啦？即係反方今日有啲位置甚至講埋出嚟佢嘅潛台詞咁喎。即其實只是聯合國是一條缰繩，我是不是都那麼惡㗎？我箍住佢喺度，起碼有些人可以批評下佢，有些嘢可以制裁下佢，咁好過冇。咁呢個是佢一個很 underlying 的講法，但其實正方就冇好有效喺呢個位置去回應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期望在呢個位置是可以多啲去回應同埋比較多啲啦。包括兩個位置，第一個位置就是你有嘗試挑戰嗰個必然性嘅，即係點解佢一定會走啊？成個聯合國佢講到會瓦解咁樣啊嘛。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位置就打唔死嘅，即係你好多都係就咁問完，咁問完佢反方咪繼續講翻佢自己嗰、那個，咁而家會唔會走咯？即係第一佢主辯有一啲嘅例子，後面就用一啲理論嘅方法為佢大國都係為你，你同唔同意？你同意佢都係會走㗎啦咁樣。咁我覺得有啲位置其實你可以用翻佢嘅一啲資料去問，就係、是、反方今日講俄羅斯退出咗嗰個咩觀光咩交流會啊，總之嗰個會啦，咁成個嗰個組織有冇瓦解到？或者其他一啲俄羅斯都退出咗嘅時候，成個平台喎，佢唔係今日講緊俄羅斯某個位置會瓦解咗，係成個平台世界從此不復存在，即係冇咗呢個討論機構，啲小國好慘。咁如果現況底下俄羅斯都已經退出咗，有冇呢啲情況出現先？咁從而你就可以再進一步去再問多少少，就係究竟嗰啲五常國，如果就算第一佢咪真係會退出啦？包括你哋可以再具體就講，好似歐平佢所講，竟聯合國個啲大國或者國家入嚟嘅利益係咪就係為一個否決權咧？會唔會有啲你哋自己都講有啲經濟或者其他交流嘅利益或者係權利佢可以享有？呢啲可以探討多啲。第二個就係就算佢真係走咗，咁嗰個弊處係咪真係咁大咧？咁又可以去比較下。咁我就會覺得今日喺呢啲部分冇乜去處理咧，冇有效嘅回應得到。咁就可惜咗啲啦。咁就會變咗就停留於係啦，俄烏戰爭、俄烏戰爭嗰個位咯。咁就但係冇穿透落去反方咁樣線嗰度啦，亦都帶唔出你哋所講嗰個公平嘅價值啦。即係佢今日講就係我唔係要公平啊，我就係要箍住佢哋喺度，或者我就係嗰啲大國係應該要享有個話事權嘅時候，你就冇比較得出嗰個點解要咁公平啊？係啊，咁所以呢個喺後邊其實係調翻轉可以講多少少啦。咁調翻轉睇反方嘅角度咧，我覺得嗰個處理係即係聰明同埋用個新型，即係你嘗試係一個極現實嘅取態，就係話俾大家聽係㗎啦，國際共識係咁樣㗎啦。咁你要定唔要啊？你而家就要箍住佢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取態可以，但我就會期望更加多係一啲可能要多少仔細嘅推論，或者實際少少嘅例子啦。包括就係你哋會嘗試用好多理論嘅講法去話，大國係為你應該會走咯。咁兩步嘅，第一佢咪真係會走？正如我啱講，正方係有原則。咁所以喺呢個位置，你就要多少少一啲實際嗰啲五常國或者俄羅斯啊都好，佢實際嘅舉動啊，你就唔可以淨係主面講完之後，可能中間都係大理論地去講，咁就真係有啲實際嘅舉動。俄羅斯有講過啦，
會唔會其他嘅五常國其實都有表明過佢對於取消否決權係反對，以至到一啲其他嘅助政，即係譬如如果美國佢可以為咗自身嘅利益，佢退出可能世衛或者其他嘅組織，如果佢都表明係反對取消呢個否決權，佢會唔會其實都作開咧？或者中國或者諸如此類，即係呢一啲位置可以探討多啲啊。第一步，第二步就係、是、好啦，去到啱啱講，你對於聯合國或者安理會嗰個理解。如果你今天覺得安理會其實佢最尾都是要傷嗰個世界和平或者嗰個安全咁緊要，咁呢啲大國走完之後，其實會有啲咩問題啊？即係因為今天你哋嗰個講法很多都是停留咗喺聯合國會分裂，會冇咗個平台，咁我就會有一個問題係佢分裂佢冇咗，咁頂，即係佢有一啲國家走咗，但係仲有好大部分國家其實都會留翻低。咁你點樣比較呢？竟留翻低嘅國家發揮嘅功用，同嗰啲國家走咗之後佢失去咗嘅嘢，竟係即係邊個輕邊個重咧？咁樣咁我期望嗰個位可以探討多少少咯。就其實你都可以有即係資料或者有子彈去講，即係譬如你哋去講嗰啲舉足輕重嘅地方啊，會唔會可以由啲軍費啊，或者其實佢哋喺聯合國嘅貢獻資金嗰一啲去講？冇咗佢哋，會唔會成個聯合國嗰、那個瓦解？唔單止係嗰個合作上面嘅瓦解，亦都係可能一啲實質資源上面冇咗俄羅斯、冇咗中國、冇咗美國呢啲大國俾錢，咁你剩翻啲小國俾得幾多錢咧？咁會唔會如果佢哋冇咗，其實一啲可能維和部隊啊，或者一啲制裁，其實就不復存在咧？咁呢啲嘢就會更加實際地對應得翻正方今日講一啲好實在對於安全啊。即係佢今日會打啲實在啲嘅戰爭啊、人命啊呢啲啊嘛，咁你要出兵嘅時候，如果某啲國家走咗，可能嗰支軍隊都不復存在喎，咁會唔會係一個更大嘅損失呢？咁其實就可以多啲人呢啲去比較，咁就會更加即係能夠承接得到你哋成條主線一路去推進咯。咁就唔會俾我即係係啊，今日個節感覺少少就係你個理論係成立嘅，但我想知道 under 你個理論之後嗰個現實。會發生啲咩事咯？係啊，咁所以呢個就變咗今日雙方喺呢啲位置上面嘅探討咧，就即各有啲缺失啦。咁以至到喺我嘅分子上又係變咗會好膠着啦，就可能真係睇一啲辯位上面啊，或者邊啲位，即可能真係自由辯論呢啲環節，咁突然間正方嗰個立場有啲退咗嘅，咁俾反方捉到啦，咁嗰個得分同失可能前場一啲。失分之間嗰個嘅即係差距，咁會去到邊度咧？咁、那個勝負就會去咗嗰度咯。咁所以呢啲位置就要即係特別小心啦，尤其是即係去開始翻有實體比賽嘅時候，公辯啊或者自由辯論啲環節會多翻啦。咁可能就要即係多加訓練或者小心，即係嗰個兩分鐘嗰個時間掌控，大家有一個感覺啊，試咗竟要打幾場咧，中間會發生啲咩事咧？打到中間會唔會？後繼不力啊，或者其他隊員要接棒啊，幫手打啲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嘅嘗試嚟嘅，係，咁就希望大家都即係透過呢條辯題可以有一個體驗下，對於呢一類即係資料運用會多啲啊，概念傳釋會多啲嘅辯題，其實要去有咁嘅嘢方法可以多啲去處理啦，係啦，咁就係咯，一個別少少嘅位置，咁有興趣可以陣間再交流下啦，咁就辛苦大家。最佳辯論員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反方結辯何子晴。